在孟加拉。那么有一个病人呢，他就提出来，你们这个和平方舟医院船在2010年的时候，曾经给我做了一只眼睛的这个白内障，那么是让我重见了光明。当时呢，因为另外一只眼睛呢，因为这个条件还不是很合适，当时没做。他说我现在这只眼睛呢不是很好了，那么我希望呢最好你们还帮我再做一下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很快的把他作为一个特殊的病人，后来呢经过这个检查诊断，觉得他很合适，所以我们在和平方舟医院船上，那么又给他做另外一只眼的白内障，那么就在我们这只船上同样的手术做了2次，在不同的时间。那么这个病人做完以后，他做了一个很让我们这个想不到的一个举动，他说我不走了，我就在你们船上待着，我来做一个志愿者，因为他英文也很好，本地的这个语言也很好，那么他在那儿就给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这种呢，在传承这个人道主义关爱，传承这个友谊当中，就像接力棒一样，一棒一棒的朝下传。